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，料之问题，那销魂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罗德为您带来的视频解说，就来自于月之多样性的 VPRCY 同学啊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大巴顿，他的一个基友叫小甜瓜开的140工程，以及武装突袭的山地无请假开的3805，妈的吓死我了，反正炸死神作了啊。地图应该是斯大林格不是克尔哈夫啊啊，好吧。啊不啊，哈尔科夫，哎妈的，口呼啊口呼，好，哎标准模式啊，我们在左下角的村林，啊啊，它这个地图是圆的，那个斯大林格勒是方的，嗯，好了 A P C 啊，哎呀，不过大巴顿的车体是很脆呀、啊，软馒头一个。先躲在这里看一看，有没有哪个250过来？耶耶耶耶耶！啊，躲进来，躲进来！哎，妈的，还看到老鼠了，好他妈怕呀！咱们的老鼠也顶上来了，正好前面可以藏住下体。这老鼠把人都要吓晕了。决定走外线，就是直接要去他们家偷火炮。好啊，外线正好有几个基佬啊，一起跟着，一堆流氓冲进去，看他们怎么办。老鼠在问卡不卡？啊，不知道。看他的延迟很低，然后对面的1390说卡。啊，真的、啊？那这只能说明每个人家里面网络不一样。我靠，慢半拍！哎呀，原来是从这里出来！我靠，爽了一发啊！这杠七一个，哎哎，杠七还没明白过来吗？我打了第一个导轮啊，断带加伤害呀、啊，不要让他走位呀、啊！哎呦，杠七要过来，那你赶紧跑了！啊，这个时候他们的杠七突然从战场上消失，他们火力也减少了。再出来想要强干这个1391，你看1391，哎呦，我还以为他没弹呢。我靠，他怎么怂的那么厉害？哎，这个杠七是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啊，被引到那个后面了。目标锁定解除，我们把目标啊，老鼠要被捅屁屁了，妈的，打得漂亮，直接打菊花。啊，还能再来一发！发现目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队友给你拖住了，你还能再来一发。我们重创目标啊！你帮你看一下，杠七是不是来了？看一下小地图。啊啊，150来了，妈的！你先躲进来再说。反正你已经在老鼠菊花后面了啊！你取他性命只是，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哎呦我去，又来一发！妈的，那个40T这下完全敢强上杠七了。他在看那哥们儿是什么时候开炮，他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的。好啊，他决定要这个强收老鼠，一看啊，自己亮啊，50啊，50你过不过来？你不过来，反正我就这样干。干在菊花还是没什么问题。我靠，这要一炮干死了啊！队友把他干死了。啊、现在怎么搞？队友愿意过来吗？嗯，来来来，哎呀，锁定解除，这牛逼啊！牛逼到不行！我们为了穿城装甲。
靠，这简直是犹如当年的赵子龙啊！哎呀，但是被队友箭射断带了。目标锁定解除，这他妈不科学啊！我们赶快走，敌人战车被击毁，履带已修复，前进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对面剩下的人其实也不多，咱们这边中坦很多，哎呀，直接冲上去乱来呀！啊，允许射击，目标锁定解除。哎，他那一炮打哪了？我靠，你这一炮又打哪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两个？目标先躲起来。不是，但你这个车体这么脆，你真的好跟他干吗？啊，查理伦先出现。啊，他还是想穿那个包。目标被击中。好的，漂亮。哎，查理伦，拜托你枪法准一点。打得漂亮。往后缩，哎，好的，他现在只有打查理伦。那查理伦也在往后缩。目标被击中。他的这么脆的车居然可以跳了。哎，他其实血量也不多啊，900多还是？哎呀！目标未被击穿，哎，遭不住啊！击毁，我们已停止移动，快走！干！我操！这个包是假的吧？这有的时候真的各种不穿，我们动不了了，要死人了！亚基，我们把目标干掉了，履带已修复，前进。然后从这里进来。只剩下了对面的这个火炮，那这种时候火炮是钻那个坑里面，我只能这么理解。那你们直接去站不就行？如果他进那个坑的话，可能大家也是知道那个位置，全在往那个地方去。好，也有人进圈了。只是路过，他还是要出来。啊，真的在里面，但这个进去的话，那你们都别动，让火炮砸，否则是进去几个死几个，相当不划算。啊，把自己量先确定你要进去，这可是送啊，你这血量那么低。哎，你死了，搞不好把路堵。谁他等会箭射死你好吗？哎，其实这样的话，咱们占领就已经可以取胜。呵呵，你现在可以上啊！你现在可以上啊！他开过火了呀！不是他开的，还咱们其他人开的。哎，他心里面应该也很怕，但其实咱们这边。压根就不打算进去，只是把他给拖住，这样那边占领就可以取胜了。哎，我靠，太牛逼了！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就赢了。好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，QQ 箱是76785852@QQ.com。有兴趣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